能者多劳这一句算是成语，是从古人呢留下来的一句话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有才华，他有才干，他就要比别人多工作，比别人多努力，那收获是不是也比别人多一倍呢？谁认为能者应该多劳的，请举手。两个人都可以啊，三个。谢谢。那其实很多时候，能者多劳是一个很悲哀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一个人他表现出很积极的一个工作态度，表现出一个很积极的办事能力的时候，人往往之间就会出现一种依赖的心态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静泰今天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，他的销售能力是一流的，那公司有什么活动，那些人往往就有一种心态，为什么要我做？我能力比他差，给他做咯。为什么要我做？他的业绩那么好，让他做。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依赖的心态。当然无可否认是说，能者往往他会比别人多付出，那未必他所得到的收获是成本的。那如果你今天问我，能者应不应该多劳呢？我的答案呢，其实是能者未必要多劳。能者只要懂得用智慧，他不用多劳，他的收获也一样可以是多的。谢谢，是。